最近冒出来一个叫做“婴童”的公众号，我很想知道他背后的运营者是谁。看这个文风，应该是个记者出身。等一下，这是我给你开出的条件，只要你可以就此收手，这里面的价钱足以买断你的羞辱之耻。 希望能够如你所愿。其实昨天的话吧，我没有说完。什么话呀？我说，方迪可能不是你想要的那个样子，是因为我知道狄云酒店背后，冯老师他不知情。他跟我说了，是公司的人背着他做的。太累了，分手吧。 干嘛呢？大半夜的闯我深闺！干嘛？你大半夜行什么礼啊你？拜托，送我去医院。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？